它是标签的，标签对。我大概过多久？大概来了半小时，这个快，应该20来分钟就差不多。那它整合好了，它这个颜色会自动变成上面这种颜色，浅绿色。啊，就整合完成了。完了，再让它观察一下这个是不是好的。对，它如果升不到这个温度，它不会变成那个浅绿色。那就说明加热棒有问题。嗯，对对对。